是大家星期六快乐啊！咁就后面呢个马宝道咧，有间铺就成交咗5300万，注册坚噶啦。买家咧就系、是、呢个顺熙物业啊。入去嗰度咧睇佢个 video 仔噶，咁啊费事影入边啊，因为好多啲货摆喺度嘅时候咧唔系好方便影啲街坊。咁啊 ，anyway 你睇到噶啦，你最尾咩睇真啲。咁啊呢个马宝道咧，因为全部都系街市段嚟噶。咁啊就出翻去外面呢个就系叉华道啦。咁啊入去就马宝道呢段就比较干货段嚟噶。咁你睇到间铺噶啦，咁啊俾你睇真啲。嗱呢度咧就係馬寶道啦，咁就呢度入邊間鋪嘅時候咧，咁你睇到側邊有個標，你有張相噶啦，就講緊係成交咗係5300万，咁就個建築面積咧就大概係1200尺啦，咁就個門闊28尺，深嘅時候大概30尺，都實用900尺咁咧，就2K 嘅地下12号铺，樓齡咧大概60年到啦，咁啊你睇到呢棟大廈噶啦，咁就個講緊咧，2008年曾經送贈契喎，但係原本業主從未放售過嘅，新嘅買家叫做順熙物業，就9月16号簽約嘅。咁就講緊係2.5厘回報計嘅話，就11万租金搞掂啦。嗱，睇下呢度咧就馬寶道，咁啊外面個英皇道啦，咁之後就嗰邊就呢個渣華道啦。出翻嚟渣華道呢度啦，咁啊馬寶道就呢個位屈入去咁樣嘅。咁啊總之呢個位咧，基本上嘅時候感覺咧就都旺嘅，咁都旺嘅。咁啊新買家資場我就冇點樣收過呢個盤，咁啊總之就成交咗5300万啦。咁啊人流就旺嘅，三大優勢，咁啊民生乾貨店面啦。咁啊，但系就注重消費力就比較可能弱啲呢個位，就冇乜外來人，都係街坊生意多，同埋而家就吉鋪咯，回報就未必太高。咁好啦，各位買家，各位買家，咁啊感覺啦，如果五分市值十分標準，一分走呢個5300万 ，OK 嘅，人流唔差嘅，呢個一個都一個五分位，一個五分位，好，各位買家。